9月19号晚，热播剧《少年派》的小说结局突然在网上疯传。根据小说的情节发展，钱三一最后并没有跟林妙妙考上同一城市的大学，且各自有了新的生活。而这样开放式的结局，让不少观众看后泪崩，表示意难平。为什么小说的结局是这样的？网友们纷纷支持，并希望赵今麦和郭俊辰单独拍一部校园剧，林钱 CP 锁死了。不知道电视剧《少年派》的走向是否会和小说一致呢？骑着单车的我俩，怀紧贴背的拥抱，那你跟着我车跑吧，一年减肥，二年还省钱。师傅，帮我加个后座呗。你是想带女朋友吧？没有，哪有什么女朋友啊？哎，停！干嘛呀？你说你过不过分啊？你以前没车坐就算了，你这安上还不带我一下？芒果来新闻，希望能有个美好的结局。报道。